2年45歲嘅佘诗曼可以话系圈中嘅黄金剩女。日前佢喺一个内地嘅综艺节目入边就自爆以前有男朋友嘅时候，曾经因为太过专注工作而导致分手收场。那个时候我就很专注在那个工作上面。男孩子觉得，哎，为什么女朋友常常就要工作？其实阿佘入行以嚟，曾经同过陈浩文、郑嘉颖、张智霖、林峰、吴卓羲、陈豪、丁子高、马德钟同埋苗侨伟都分别传出过绯闻，当中阿佘唯一公开承认过拍拖嘅男艺人，净系得陈浩文一个啫，而其他绯闻系真定系假，就净系得当事人先知啦。打开香港01 app， 即刻揿下边01 TV 粒掣，再揿上边娱乐街，所有娱乐话题涌晒出嚟啊！最热最爆，八进娱乐圈所有消息，日日有片睇啊！